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于国历109年4月25日至2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，由梵拜法师诵经祈福，法语甘露，功德回向，福慧双修，佛光普照，自信光明圆满，欢迎十方善信共沾佛恩。道场地址：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过沟16-39号负1，询问电话05-2385-059。阿弥陀。